会咬人哦，不打嘞，张不开。这要杀多少只？100多个，主要是忙不过来，这个很难杀。好了，一个越狱的，你妈妈哈，我奶奶。那个开水烧到这个70-80度，然后烫，它这个皮才会掉。正常就是腥味很重，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。内脏里面都不要的，内脏都扔掉了。一杀能杀这么多？还要用啤酒那些去腥。下去烫一下，然后烫。我还这整栋楼租下来啊，住2层，为什么自己夹不住？我们这边拆掉了，拆迁啊？对，以为打算开店，这是没有找到店面。炒料，这要做麻辣还是健鲜的？麻辣，麻辣会很辣吗？不会，一般人都能接受。这蒜的鲜味很浓郁的。这个是，你是当兵退伍来的？对，怎么会做这个？这个也是去我战友他们那边学的。这算哪个地方小吃？九一之乡是湖南。啤酒吗？这是秘制酱料。对，在部队里面有刚刚炊制的。没有。接下来就卤了哈。对。这锅卤汤可以煮多少次？4次。每次煮的时候快要再加料。冰糖，这是蚝油吗？对。所以你换这么多调料，就是把这个腥味能掩盖掉。对。煮开之后，然后甲鱼再放下去。这一只应该有1斤多吧？8两左右。整个来啃。对。你没取个名字啊？就叫麻辣甲鱼。对。就挂了个人头印。主要是甲鱼。做了这么久，有人来找你教吗？有。平时几点可以去摆摊？5点半。多久卖完掉？不一定，7点多。还要再煮10分钟。才煮10分钟就熟了？拿了杯，再4-50分钟啊。这个卤完，然后你去摆摊的，你老婆再卤一锅，把你送过去。对。给你当下酒菜。可以啊，直接还没出摊就有人买了，这一锅定走就不用出摊了。前天就这样，到外面出摊剩下20几个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要出锅很辣，要稍微凉一会儿，那个腥味很 Q。一只卖多少钱？30。就两种口味，麻辣、酱香两种。对，这整锅卤汤带过去，等一下加热一下。要沾着汤吃吗？都可以。这是一整只甲鱼的，像这样一只30块钱，这个裙边吃起来很 Q 弹的。他们家有两种口味的，像这个是麻辣的，还有一种是酱香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的。